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。三，二，用七种心忏悔下。一个欲求礼忏者，如果不能深刻地用心体悟什么是烦恼障，什么是业障，什么是果报障，那么惭愧心与恐怖心根本就激发不起来。悔悟与恐怖堕落恶道的警惕心、无常心，不能时时激发出来。继续随着贪嗔痴等烦恼心造业，受果，轮回六道，便失去礼忏的意义，更遑论以下七种心。有些学佛者在懂了几本佛经或看了几本论著后，反而不认识自己，所以身在五浊恶世的因缘。对于忏悔求道的次第与内容，往往因所知障而流于着重形式、名相上的美丽名词，换取佛陀所预计的斗争坚固时期。学佛第一步的基础发心、惭愧心、悔悟心、警惕心、无常心都发不出来，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时时警觉。
再下去的厌离生死心，学发菩提心，就有如空中楼阁般的遥不可及。如果人人从踏入佛门起，皆能在善知识的体系下走向正确的信佛学法之路，脚踏实地，从布因果、明业力、学理忏、发大愿的修行次第，一点一滴做去，则佛教兴盛，正法兴盛。认识七种心的相互关系。一，当知惭愧心由恐怖堕落恶道而发。恐怖心由惭愧做错事情而生，两者是一体两面的。三，厌离生死心由恐怖心深刻体认而生。菩提悲智心由解脱生死心巩固而坚定。五，愿亲平等心由求佛悲智心地行而显发。六，报答佛恩心由实践四无量心清正平等法性而表露。七，罪性本空心则由前六种心坚固显相而现前。我们现在仅是站在凡夫地，学习发经上所说这七种心，作为未来修行道上作善因缘。
这七种心以修正的立场而言，是次第相生，也是相辅相成的，亦是礼忏发心往生净土的根本重点。诚如经上所说，礼忏者若能以这七种心向弥陀情全合掌，至诚恳切，惭愧改革，身心发露，誓不再犯。如此忏悔，何罪不灭，何障不消。三，略示礼忏七种心上，云何发惭愧心礼忏？不能发惭愧心忏悔，即失去礼忏的根本意义。就是因为深刻地觉悟到错误的思想及行为呈现在眼前，以这样惭愧心、悔悟心与向道心才能启发得出来。忏悔自己从无始以来，由三业造作了太多贪嗔痴杀盗淫等恶业，累积了无量的烦恼祸业。生生世世因自作自受的善恶业行，一直在三界果报中受生，阻碍修道的发心。